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规矩，大家阿弥陀佛啊！好，我们看课本20页啊，讲到对治西谈啊。那么前面说到啊，佛说法，佛是大医王啊，佛说法就好像医治众生的病，对症下药啊，那看是什么病。啊，就给什么药，那么所以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病啊，所以佛法中治心病啊，其实就是烦恼啊，心病最重要的就是烦恼。那烦恼最主要就是两种烦恼啊，见烦恼、爱烦恼，或叫做见惑、思惑啊，观念上的错误啊，那么行为上的啊，就情感上的啊，那么偏差。那这里啊，举出五大类啊，那么一类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不净观、慈心观跟因缘观啊，这个《大智度论》卷59，那么提出对治烦恼的这种观法，也是讲这三种啊，就是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好，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啊，五停心观，啊，那五停心观的念佛观啊，这里啊没有说到啊。那这里除了这三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无常观跟苦无我观，啊，那么如果苦跟无我啊，那么分别说，那么基本上就是6种啊。如果再把空加上去，就7种啊，那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就4种。那这里只讲无常、苦、无我等。啊，那么就这里3种，那前面3种，啊，好，那基本上这是6种，然后这个无常、苦、无我，苦跟无我啊是一类啊，都放在一起啊，就没有讲啊，就没有细说的了啊。那么跟无常一样啊，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啊，这里基本上啊就是4大类啊，对治不净、因缘跟无常、苦、无我啊，基本上是4大类。好，那因为前面4个有细说，那后面苦跟无我没有啊，所以应顺导师把它分成啊，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里面分成5大类。好，那我们慢慢先来看啊，讲到这个对治法，讲到这个对治法，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就是对治西谈啊。我们说西谈是佛说法的宗旨意趣啊，就是佛为什么要这么说啊？那说这一些是为什么啊？那么通常来讲啊，通常来讲，那么这里啊，我们刚才讲啊，它分成啊，它分成其实就是4种啊，无常、苦、无我啊，那么基本上是1种啊。好，那关于这3种啊，主要是这三种，那么有所谓的啊，1、2、3、4、5种啊，那么基本上是这4种。2甘露门、3度门、4护慧禅跟5停心观，啊，那么我们学习到的佛法基本上啊，主要是这4种。那这个是啊，这个《清净道论》啊，那么就是南传里面啊，主要讲的4慧悟禅、4护慧禅的 啊。那有些像如果是讲示范住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种慈悲喜舍啊，那是另外的。那这个是4护慧禅啊，2甘露门、3度门啊，那5停心。好，那么部派里面啊，那么所谓的2甘露门啊，就是以这2种啊为主啊，那么号称2甘露门，就是常修的啦。因为他们把佛法常修的重点或佛常讲的，把它归纳起来。我们知道佛灭后，佛弟子整理佛所说的啊，那么解释。佛所说的整理归纳，然后解释
演绎佛所说的法。那么这些归纳里面，比如说佛教的禅修，它教很多种啊，比如说南传就等到四十页处啊，就是禅法里面啊，然后大圣里面啊，强调百八三昧啊，反正就非常多了，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这么多的禅法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承袭，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原来修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有一部分，其实是印度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就是说当时那些沙门婆罗门其实。因为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那么承袭当时所修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可能啊，我们现在不晓得那哪一部分是佛，只有佛特别说的，过去没有说到，也许是像因缘观这一种，啊，因为过去没有讲这种缘起的东西嘛，啊，那么所以那这一部分应该是只有佛说啊，其他外道没有。那有一些像禅修，它共世间的，啊，所以佛弟子归纳。整理，那么解释佛所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佛弟子归纳，就是整理佛说的之后归纳佛说这些法里面有哪几类是比较常见的，或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所以把它挑出七大类，然后就变成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是正觉，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那如果我们看阿含经的话，实际上。佛教的修行次第啊，就是修行的次第，比如说四念处啊，那观身受心法啊，是正勤啊，是如意足啊，欲勤心观啊，那么这个七觉之八正道啊，这一些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次第，它有很多修行的次第啊。那么各个部派认为这一类比较重要的啊，或是这一些比较重要的，他就把它归纳起来。形成一个所谓啊，就比较专有名词，特有的，比如说这里叫做二甘露门、三度门、四护卫禅、五停心啊，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其实就是部派归纳起来的。那么不净观，你会发现到不净观基本上是在当时部派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不管你怎么归纳，不净观都会在里面，啊，不管你怎么归纳啊，就是说。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啊，但是不净观基本上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不净观引发的过患也比较大，就是你修得好还不一定好，那你修不好，那就不用讲了啊，就是说啊，比如说像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不净啊，就是说我们先讲这个概念，就是说它有一些它只是对治啊，它只是药，但是你药。你如果你不会修，或是你观念错了，这个药就成为病。那大这个部派里面不净观修一修成为过患啊，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就有讲的。那大圣里面就是修空观，大圣里面就是修空观，那么反而会落入容易堕入断灭啊，或是我们叫做方广道人啊，就是认为啊没有业没有报了，就开始就是说。大圣里面的空观啊，这里是无常苦无我啊，那无常苦空无我。那么这个空反而，如果你不会修，那这个空反而会变成变啊。那类似像这样了啊，就是声闻里面的不净观啊，那么大圣里面的空观，它有可能就是本来是药，但是没办法消化，或是吃，那反而药就成为病啊，就比较有这种事了。那我们先来看啊，这二甘露门啊，就是不净观跟不净观几乎都是有的啊。那量来这里就是慈禧观啊。那像这里四会场里面就没有属习，这个我们都叫做属习，其实是慈禧啊。慈禧就是一开始是知道啊，习出习入的啊，就是出入习。那一般都没有翻译叫做安那波那啊，就出入习。好，那么这个是慈禧观啊。那后来就变成属习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七或十到十，啊，初习、入习。好，那你会发现到不净观几乎都是有。好，那再来就是啊，所谓的慈禧观啊，我们叫做安那波那，啊，一般没有翻就叫安那波那。那么慈禧这个习是初入习，初习、入习，啊。那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三度门啊，三度门就是不净观、慈禧观，就是二甘露门再加上个戒分别
啊，即分别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啊，它通常就是世界分别，地水火风啊，关这个身体的地水火风啊，世界分别。那么界有很多种嘛，啊，一般我们讲的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是对这个众生的归类。那对身体的是四界、六界，啊，那么十八界啊，通常是这样。那华严经的这种界又不一样。好，那基本上这个是指世界啊，地水火风啊，世界分别，这界分别观。好，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三度门啊。那这个四护位禅啊，不净观、慈禧观啊，它加一个佛随念跟死随念啊，这两个啊。那么他没有把属习观啊列进来了啊，这个护卫是护卫禅修者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要加深这个呢？啊，就等一下后面会讲啊，就信心退落的时候啊，那么你就修佛随念啊，就让你可以继续修。那么你对修行已经感到厌烦的时候啊，你就修死随念啊。那么这个是护卫你的禅修，让你不会中断，不会退转，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对治烦恼的，这个是对治你的信心的啊，对你的心的，对治你的这种对禅修的这种对修行的这种信心啊。好，那么五停心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啊。然后因为到中国的五停心基本上是加一个念佛观啊，加一个念佛观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来讲啊原来的五停心啊。那么不净观、属习观啊、慈心观啊，那你会看到啊，这三个综合了，不净观、慈禧观，然后这里没有慈心观啊，这里没有属习观啊。那么慈心观啊、慈禧观、慈心观，这个是我们说部派归纳的啊，归纳的。然后界分别啊，然后因缘观啊，因缘观。好，那么这五个啊，是所谓的五停心。那我们来，如果看这个啊，如果依大智度论的对治西坛来说啊，那么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啊，不净观、慈心观啊、因缘观啊，这三个啊。那么因为大智度论是初期大圣的一个结集啊，就是说当时初期大圣是以龙树为一个就是一个总出，就是龙树以后基本上就龙树时代，龙树之前的叫初期大圣，大圣佛法啊，所以它变成是初期大圣的一个结集的啊。那么在那个时代，部派也是兴盛的啊，所以龙树里面也讲到很多有关声闻部派的一些观念啊。那我们发现到它就是列这五种。龙树列大概就基本上列四种了啊，不见慈心、因缘啊、无常、苦无我。那么无常想，在阿早阿含里面，其实无常想是断我慢的啊，断我慢的啊。那么后来啊，就用这个界分别啊，界分别其实也是关这个身体四大啊。那么因为你会执着这个身心嘛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大概就是有这所谓的二甘露、三度门、四护卫、五停心。那五停心啊，佛陀这个鸠摩罗什后来依佛陀密多的五门禅法啊，就讲五门禅法，然后就在他的著作里面，那么以念佛观，后来我们都变成啊念佛对治什么啊多等分，就是念佛可以对治贪啊嗔啊啊，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叫做对治西坛，就是佛说这些法其实是要对治我们的病，心病啊，这里前面有讲，对治心病也是这样啊。那么后来界分别比较没有修啊，那么就以念佛观取代界分别观。那么念佛观对治贪嗔痴跟善乱啊，就是叫做多等分了 啊。那么比如说啊，对治不净观就对治贪，慈心观就对治嗔啊，那么慈禧观就对治善乱。界分别对治我慢，因缘观对治愚痴，基本上就是贪嗔痴了，啊，基本上就是贪嗔痴，啊，那念佛的话啊，念佛的话啊，对治啊贪嗔痴，啊，然后散乱啊，基本上就对治多等分啊，那当然念佛也可以对治信心退落。
那当然，那你要，他如果我再跟你讲啊，你念佛，那么死后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啊，那么你可以再对治修行厌烦，哈、啊，就变成，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对治法啊，很好的对治法。好，那么这个，所以后来，那因为不净观啊，我们这个后面可以还会再说到啊，就是不净观修有时候修成就了，厌烦自己的身体。贪心不起啦，起嗔恨心啦、啊。贪心不起啦，起嗔恨心啦、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再转修慈心观。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啊，他有修到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抄啊，就是华严经里面修到啊，那么你贪心多的人啊，要修慈心观、啊，那个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因为你修不净观，修到啊，修不成就了。啊，或是修成就了，然后引发嗔心的烦恼了，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又要修，就是说你不只是修，你修不净观，不只是对治贪欲，因为我们也有嗔心啊。那么你的贪欲降调伏了，嗔心却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修慈心观，啊，类似像就是嗔恨自己，嗔恨别人，啊，它会有这种现象。好，那么后来啊，多等分啊，就一个就是多等分啊。如果这个在修往生净土的话啊，后来佛随念跟现在我们持名念佛不完全一样哦，不完全一样啊。那但是念佛后来又变成所谓的净观啊，这个后面啊，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再来讲啊，因为观什么？观佛啊。啊，观佛的清净跟佛土的清净，佛跟佛国土，依正庄严，啊，依正庄严，啊，就讲这个，那变成啊，就是说在部派的时代，后来有就是把不净观转为净观，那净观主要是观佛啊，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或观佛的白毫相，那么在佛陀时代早期。啊，就是更早的时候的佛，基本是佛随念，佛随念是念佛的功德，啊，念佛的功德啊，佛有什么功德，有什么殊胜，啊，那么基本上像南传的话，啊，那主要就是啊，佛的十号代表佛的十种功德，佛的十号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啊，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后来的大圣不是用佛的十号，啊，而是用。佛的名号啊，比如说这个佛的名号就是每一尊佛的名号不一样啊，那就代表他的功德不一样啊，就有所谓的五十三佛、三十五佛、八十合起来八十八佛啊，然后我们的八十八佛再加一个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其实是八十九佛啊，然后后来就变成啊，后来又有三千佛、万佛啊，就变成这个了啊，那其实还是原来佛的功德，只是把一尊佛分成三千尊、八十八尊，啊，那把十号散成每一尊佛的名号啊，就变成把一尊佛的十种功德。那佛不只是只有十种功德，但是太多了记不起来，所以就列十种比较主要的。那你去思维佛的功德，这个是佛随念，就念佛，这是最早的念佛，念佛的功德，啊，后来慢慢念佛的相好，啊，就从不净观产生净观了，尤其是某些部派或是大圣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啊，然后再加上他的国土啊，我们叫做依正庄严嘛，依就是他的相好啊，正就是他的那依报是他的这个国土啊，然后正报是他的什么啊？正报是他的这个相好啊，那依正庄严啊，所以你看那个《观无量寿经》。啊，然后观佛三昧，观无量寿经还是比较后面的，观佛三昧海经，啊，般若三昧经，哈，基本上都是这样啊。然后由观佛的，他是进入禅修的啊，叫做念佛三昧，然后慢慢变成啊，由念佛功德，念佛的功德变成念佛的相好，然后变成念佛的名号。那名号其实是收摄这一些相好，像这个功德的名号是。名以招德嘛，名号是摄受相好跟功德的，然后后来就变成念佛求往生，
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它是一个过程啊，就是慢慢慢慢演化的。好，那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在讲对治七坛了哈。那念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治法啊啊，你看它可以对治比较多的烦恼啊，好，甚至比较对治信心退落、退堕啊，会退转，我们会退转啊，那觉得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业障重啊，根气钝啊。后来讲如来藏也是这样，那你也不念其他的佛啊，你念自己本身就是佛啊。像密教也是这样，就他也是念佛，但是已经不是念啊阿弥陀佛、药师佛，而是念自信清净啊，我自己就是佛啊，我自己本身就具有佛的功德。从念佛的功德，比如说释迦佛的功德啊，他念十方佛的功德，后来变成念自身。就具有佛的功德，啊，那其实它就是提升信心的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佛法的一个演变了。好，那讲到这里啊，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对治佛说的一切法，啊，这个有我们后面讲到念佛的时候，再来仔细讲这个了，啊，就是说它是怎么个变化。好，那基本上那像死随念的话，这个是讲到佛随念，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就不用在这里讲。那这个死随念基本上就是。它其实是四护位禅里面的，啊，那特别像佛随念，基本上它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说，啊，你会恐怖的时候，那有一些这个禅修者在森林里面是鬼神村啊，那么那些树都有鬼神，那你去住的话会干扰他们，所以他就会现种种的幻象、幻听啊，那么恐怖你，啊，恐怖你，因为他觉得你干扰到他的生活。那么有人在那里，比如说，因为比丘都是树下坐嘛，如果他森林里面是没有房子的，都要依着这棵树。那你去，你一群人或是几个人去依着这一棵树，本来依附在那一棵树，那个树是他的房子嘛，本来在依附在那棵树上的那些树神，其实就是鬼道众生啊，他不欢喜啊，不欢喜啊，因为他就是烦恼重，他才会堕三恶道的嘛，他不欢喜啊。那所以他就会想办法赶你走，啊，就会干扰你，那你就没办法禅修啊。这个时候啊，那么你就要修这个佛随念啊，或是修慈心观啊。那时候你一般佛弟子是教，你会害怕的时候，你就教佛随念。那么你用慈心观来对治他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啊，他就是变成有这样的现象，你会恐怖，你就修佛随念，然后你不恐怖了，你用慈心观。来对治这个，因为他起嗔恨心嘛，啊，那么他就会，那个就是佛陀说，这个就是你的武器啊，其实就是你的方法了，那他就不会干扰你，啊，好，那这些其实都是怎么样？当你有这种烦恼，或是你有这种修行的障碍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方法？啊，佛法基本上就是你在你现实的身心中，啊，或是现象上。那么你要往前进，你没有力，你不知道方向。第一个，你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啊。第二个，你知道往哪里走，但是你走不动，啊，你没有力。那怎么样让你有力量？第三个，你也知道方向，你也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前面有障碍，你跨不过去。你要消除，怎么消除这个障碍？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佛法基本上其实它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我们第一个要先确立目标，第二个要长养功德，有力量嘛，啊，那朝着目标前进。但是由于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你可能会有障碍，啊，你自己的障碍，比如说你自己生病，啊，那么别人的障碍啊，别人不让你修行，啊，或是类似像这样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克服你本身的障碍？具足你本有的力量啊，那么提升你的力量，发挥你的潜能，然后消除你的障碍啊，那这个是在佛法上啊，就是你会发现到佛法讲的都是这一些啊，啊，那当然要先目标要先确立正确的目标，这个就是正见啊，正见没有确立，你非常有力量，你跑得越快，离得越远啊，啊，死得越快啊，啊，这个是不对的，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对治七坛里面主要的。好，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第一个先讲不净观啊。好，我们从这里讲好了，不用插没关系。好，那不净观最主要的，不净观的修法最主要的其实是两种啊，当然就是我们说观自己、观他人，观自身不净，观他身不净啊。通常是观自身，这个跟戒分别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起厌，厌离心啊，起厌离心。厌恶心，要起厌恶心，我们说厌离心呢，不染着啊，叫起厌恶心啊。那么因为你太染着这个身体了，或是别人身体，或是自己的身体啊，四念处里面，四念处里面其实是包括不净观跟持习观的啊。我们讲的四念处啊，你要不再来说，先讲这个啊。那么他观自身基本上就是所谓的32身分啊，到底身体分成几个部分啊，有31，有32，有35、36啊，就31到36之间呢 啊分成31到36种不净啊，就是毛，从外面开始看，毛、皮、肉、骨，那么髓啊，就是分地水火风啊。那么固体的部分，毛、皮、肉、骨啊，然后液体的部分，水、痰、涕、唾啊，然后另外啊，气体的部分啊，我们的这些呼吸啦，这些温度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啊，这个内脏的部分，肝、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啊，然后比较啊，大便、小便。啊，那小便也是液体的部分啊，反正就这一些了啊。那么观分成31种或32种，31种或36种。那一般我们都讲32了啊，32身分了啊。当然就是看看每一个人的列的不太一样，那你就是背啊，毛身体是毛皮肉骨啊，就这样看，这样看，这样分了啊。然后观他身，这个是观自身是生命体，这个也分啊，这个还有分啊，就是观。观 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个体；观没有生命的个体，没有生命的个体就是尸体啦，就是观尸体；观无生命的个体。那么有生命的个体，有生命的个体又分自身跟他身，那么先从自身开始观，先从自身啊，就是这些啊。我要是你比较迷恋于他人。啊，迷恋你自身的就观自身，迷恋你他的他人身体的就观别人的身体，也是可以，那也是一样啊，也是毛肉皮骨这样啊。那么这个是从观有生命个体的有情讲，这个是观无生命，就是从尸体看啊，这个更刺激一点点的 啊，就是久想或实想啊，观尸体。那这种现在不容易找到了，尤其像华人的话，他的尸体是不可以暴露的。你损害尸体是有罪的，啊，那么就算你被车祸撞到或死到烂掉，他要死之前，要入棺入殓之前，都要把身体补好，专门修补身体的，把它补好的，啊，那跟那个西藏和天葬不一样，啊，你再怎么好，都要一块一块拔起来，骨头还要敲碎啊。那么这个印度的不是，印度就是你包一包啊。印度的主要两种，比较有钱的人就火葬啊，烧掉。比较有钱的，一般的人穷，因为以前的木材要钱的，而且木材也不容易，把一个人烧掉的木材是要很多的啊。那所以通常都是这个移到那个森林里面，然后就放给他烂，他也不埋也不挖啊，就放给他，因为挖起来不容易烂掉嘛。然后动物会来吃，然后身体会开始烂啊。那如果有比丘要修不净观的话，就到那个放尸体的地方。那么常常都有人死了就放到那边去，那你就开始在那边，有的人就长期住在那里，啊，就常常有的观尸体，啊，因为烂掉你要再重观没办法嘛，你可能还没修成嘛，所以有新的尸体来你就开始观，久想到实想，啊，久想就是先从那个盆脏想开始想，啊，实想是从盆脏想开始想，久想是从青衣想开始想，
啊，就身体会变黑了啊，会发紫发黑，就是烂掉了嘛，皮肤没有在新陈代谢了。那到白骨关啊，九响是从清淤响到白骨响，啊，就变成白骨。那白骨本来也是变成静关了啊，就是它已经没有所谓的恶心的感觉了嘛，啊，那么从十响是从膨胀响啊，先开始膨胀，啊，然后到变成烂掉，烂到成白骨。那么这个啊是关实体，没有生命的个体，啊，或是关有生命的个体啊。那么这两种，那么有生命的个体里面有关自身跟关他身，啊。那无生命自己还没死啊，他怎么管？怎么管自身无生命的啊？没有啊。那个是所谓的不净观。那像死的话，啊，就是要观自己死了，不是观别人死啊。观别人死变成诅咒了啊，就观自己死，说我一定会死，啊，对。那么就是你修行觉得不想修行了，啊，你就要知道，其实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它就是类似像无常想。无常想死就是死随念，基本上跟无常想是类似的啊。就是说，你要知道我所有的人都会死，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一定会死，我在所有人当中嘛，我一定会死啊。时间到了我就死，不知道什么死不死，但是我是一定会死。所以你要在没死之前要赶快把握啊，把握啊。那么你再怎么样去求名求利啊，那么享福享乐。这些很快就没有了，啊，就像露珠再怎么闪耀，在露珠再怎么闪耀，太阳一来就出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那无常速对啊，就是说，一般讲无常速对，无常一来啊，你就，其实无常常常跟死连结在一起啊。无常不一定是死，但死一定是因为无常。啊，经文里面常常讲无常速对，啊。就是无常一来啊，其实就是你的寿命，其实跟你过去生有关系的。那你的寿命一尽，那你就要死了。那死了，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全部都要离散，都要离散，全部要离散啊。那这个其实是修死随念。那观不见观里面是看别人死，但是不是想到自己死，不是哦。他不跟死随念不一样哦，他是看着尸体，看别人死之后，然后。观他的身体，他主要在观这个身体，因为他是贪着这个身体，贪着这个身体，啊，然后你要观自己的身体，或是观别人的身体，那么就观成就了之后，那你会看到最后啊，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人以后死了，就是他身体现在是这样，但是他后来也会变那样，啊，观成就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你会停在那个青绿相、膨胀相、溶烂相啊。骨肉分离相啊，就变成这样。那有些就是观到成就他看见一个人在走，其实他就我们说他就一直光机嘛，眼睛就一直光机，看到一根白骨在动而已。那么你看见一件白骨在动，你是对他不会有起任何贪恋心的，不会的啊。然后对自己也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主要是不净观了哈，就两种啊，两种，一种就是观自身，观他身啊。那么其实就是从根本的两种观生命体跟无生命体，就是观有情的生命体，活着的人跟死着的人啊，死去的人，其实就简单讲白话讲，观死去的人跟观活着的人，活着的人观自己跟观别人啊，然后有31种，有32种，死去的人有9响或10响、10响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不净观。那我们说四念处里面。四念处里面的观身，四念处里面有观身啊，啊，观身。那你看四念处把观身不净啊，那么你看这个如果再对照的话，四念处有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那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你看这个就变成四念处了啊，四念处。它是这个是别相观哦啊，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就变成四念处了，啊，那四念处是我们说这个是佛弟子整理的，啊，归纳的，四念处是佛说的，啊，佛直接讲啊，我讲四念处，啊，那这些所谓的二甘露、二度、四护位。五停心啊，这种都是佛弟子整理的。好，那
那你换四念处里面的观身，它基本上包括它的观身。我们说四念处有总相观跟别相观哦，别相观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啊，观身就是观不见，观身就是不见。这个是别相观，但是观身不只是不见。如果你看四念处的文，观身它有三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观身不见，第二个是观身的出入息，其实就是慈息哦。所以在四念处里面，观身跟慈息都是属于观身的，这四念处的观身这一部分哦，就是不见跟慈息这两个都是。四念处里面观身的部分哦，啊，一个是观身的不见啊，我们说那个是观自身的了啊，就是三十一、三十二身份的啊，这个只是不是观其他人的了啊，就是观自身的。那么观自身的出入息，这个都是观自己的、哦、出入息啊，息出息入，息长之息长，息短之息短。第三个就是行住坐卧动静，观自身的动静。动静基本上就分成身心部分。那身的部分，动跟静，动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行住坐卧与默动静，行住坐卧与默啊，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讲话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好，写在这里哈，写在这里比较清楚。就是我们把这个佛法里面的所谓的不净观呢、啊，啊，那么在各个经论里面的一些不一样，啊、它基本上四念处是这样。观身，啊，受，心，法，啊，那么观这个身，基本上分动跟静。动就是行、坐、行、卧，啊，没有行，行，那么语，那么静、住，站着的时候，不动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坐着不动的时候，躺着不动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行住坐卧，啊，然后讲话的时候不讲，讲话的时候是动，不讲话的时候是默，这个是身。这个是口，啊，然后还有观心理的变化、心情的变化、烦恼没烦恼，啊，那这一部分基本上，啊，那最主要是观身，啊，那么主要就是动跟静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讲起来就是行住坐卧与默动静，它通常就是这样啊，叫做行住坐卧与默动静，那它都是禅法的里面，那其实就是。观动跟静 啊，我们的身口观动跟静、啊、那像禅法它会教你出入息、啊、那么比较多的禅法就是教你观息的出入，息出息入、啊、出入的中间、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教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关注这个脚、啊、在走、啊、然后就是你专注于当下的心、啊、行的时候你就注意这个行走脚走下去怎样啊？或是说你一起床的时候，你起床怎么起来啊？然后做些什么？哦，你都清清楚楚。那这个其实也是四念处里面的观身哦。我们一般会以为啊，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不是？观身里面包含啊，观身里面包含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不净观啊，它基本上包含三个啊，包含三个了，一个不净观。一个慈禧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观身动静，观身的动静，那么都是观身哦，观身的不静，观身的习啊习，
初入洗啊，叫做慈洗，就是初入洗，官身的初入洗，初洗跟入洗，这个我们讲，如果讲气洗啊，官身的初入洗，然后官身的身口的动静啊，身的动静，那么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四念处的官身的部分哦。好，那这样我们大概啊，那不净观其实是四念处里面官身的一种啊，属习观也是。啊，这个是不净观。那对治的其，那当然啊，那么属习观对治的跟不净观对治的不一样。那不净观基本上是专重在不净这一部分。那我们说它主要是起所谓的厌恶心啊，起厌恶心。对于你所贪恋的这个境界起厌恶心，你就不再贪恋嘛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是阿含经的话，它基本上叫做思维过患啊。他是这样哦，胃。如果阿含经了，阿含经怎么对治贪呢？啊，像阿含经，杂含里面其实就是佛教的啦。它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三个层次，胃就是你起贪嘛，贪恋。那你思维它的过患。啊，那不净只是过患中的一种而已。啊，是这样哦，啊，他说，然后你就远离，你能够远离思维过患而能远离出离，你就不再出离，就是你不再贪了，不再贪畏贪啊，不再贪畏，不再贪恋，啊，就出离，就离这种贪了啊，就能够离贪。啊，那你贪非常严重的话，通常就是思维过患，所以不净基本上是这个。这个看到啊，是身体的这种过患，啊，那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除了讲为患你这个修行次第之外，他叫你观什么？如病、如痈、如刺，啊，患，如病，啊，如痈，啊，这个痈怎么写啊？痈啊，不太哎，病，它有一个病，然后一个痈。不要怎么写啊，我们用念的就好了啊。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那么它基本上啊，那么是也是一样啊，观这个过患啊。我们说这阿含经佛陀教的了，那这个也都是佛陀教，四念处是佛陀教的。好，那这个是从这个对治西坦来讲啊，就对治烦恼。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看啊。好，我们先看这个偈文啊，就大概知道啊。先来看这个文，他说：“于贪欲病中名为善对治法，于嗔恚病中不名为善。”就是说，佛说这个法啊，那么主要是要对治烦恼的啊。那么所以者，观身过失啊，所以叫为患理嘛，人家跟他过失啊，他的过患了 啊。那么名不净观啊，那么若嗔恚人观过失者，则增益嗔恚。那么有一些人，他本身烦恼就重，烦恼就重的人，他贪心也重，嗔心也重。假设有这种人，贪心也重，嗔心也重。那么贪心重跟嗔心重的时候，他用不净观来对治这个贪，是调伏了没有做，但是会增长他的嗔心，啊，会增长他的嗔心。那么开始会嗔恨自己。所以佛弟子当时很多修不净观的人，修到最后都自杀。那自己佛陀规定自己不能杀自己，所以就叫别人帮助他加工自杀，啊，所以后来佛陀也规定也不可以帮助别人自杀啊。那么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啊，他这个人，因为我们修什么对治法，就像我们吃什么药，那你身体虚不受补，你越补你泄得越快，那你更虚，就有一些人是这样，或者火会上来。那火气大的人一补，那火气上来，所以你不能热补，你要凉补或温补啊。那这个就是一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那么有一些心，等一下我们会讲啊，比如说像慈心观也一样啊。等一下来讲慈心观，现在先讲不净观啊。就是你本身脾气不好的人，你本身脾气不好的人啊，就是嗔心比较强，很多事情不顺你的意或是不好了，你就那种。那一种憎恨非常重的，那么，那你也很贪，
贪跟嗔都重。那么这如果你来修不净观，贪是调伏了，但嗔会增长，嗔会增长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又要修嗔慈心观啊。所以这个他这里讲啊，就是善对治。那么如果你嗔病不明为善啊，就是你要你修这个法，主要是要对治贪的啊。那么所以者何？观身过失名不净观，若嗔恚人观过失者啊，那么则增益嗔恚火。那你一开始如果你要对治嗔恚的话，你就不能修不净观啊，你就不能修不净观。那么但是你发现到你本来是要对治贪的，就好像你吃药一样嘛，你本来是要治这种病的啊，比如说你要治骨头的病，但是你胃不好，那你治骨头的病你容易伤胃，哈哈，比如说你容易伤胃，那你骨头的病不痛了，可是你的胃变不好了啊，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又要来治这个胃，或是你在治骨头的病的这个当下，你要怎么样？你要加一些胃药的啊，就类似像这样啊，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那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在华严经里面啊，他就有这么说啊，就是对治法里面，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讲啊？你看哦，他说《华严经》卷四十七啊，我们会以为他是不是写错了，或是翻译错了啊啊啊，《华严经》卷四十七啊，他说：“着我见者教不净观。”你看哦，他讲的不一样哦啊。这个祖师大德解释说，他这个是转制啊，着我见者修不净观，教不净观，教他不净观。贪欲多者教慈心观，那你看完全不一样啊！贪欲多怎么可以教慈心观呢？那不是更贪吗？啊，贪欲多者教慈心观。不是要修不是啊，贪欲多者教慈心观，不是要教不净观吗？嗔恚者多者教缘起观啊，你看他这个讲的是另外一种，这个不是第一个对治哦，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对治啊。叫做转智，就是你修了这个不能成就。一般你不净观就是贪欲多的，本来就是对治贪的啊。那么慈心观就是对治嗔的啊。那么但是啊，因为你不修这个贪修不净观的时候，你不能成就啊。那么嗔修慈心观的时候，你不能成就啊，所以就变成要教什么啊？就贪欲多者要教，就是啊，应该是这样啊，讲错了啊，就是贪本来是要修，贪本来是要教不净观的啊，那么嗔本来是要修慈心观的啊，那么他有这么说了啊，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啊，那你也有可能说教不净观于贪欲多者啊，但是他这里文是这样啊。好，他说这个嗔恚多者教缘起观。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法了啊。不过啊，它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意思啊，叫缘起观。愚痴多者啊，那么教方便智啊，它主要是这几种啊，贪嗔痴的对治贪嗔痴。好，那讲到这个不净观，就是说在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到啊，在所有的部派里面整理出佛的修法里面，它是很常修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最不常修的，就是不净观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不常修的啊，所以我们会比较陌生。那泰国的话，其实泰国还蛮重不净观的，缅甸的禅修基本上比较重慈心观跟熟习观，就慈习观啊，就是慈心观跟这个慈习观。那泰国当然慈习观跟不净观啊比较重视，比较重视了。那么也有些修戒分别观啊，通常是这样。那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太观啊，
我们如果有观的话，就是念佛观，而且持名念佛。我们不太观啊，那我们的持心观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现在开始有很多难传的过来教持心观，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持心观啊。那么，但是这个我们的持心观基本上被这个谁取代啊？被念观音菩萨念啊，就是我们说的观音法门。观音法门其实是持心观的一种代表啊。那它我们变成念大悲咒啊，跟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观音菩萨的名号。啊，那名号它的功德就是什么？慈悲，基本上观音菩萨是慈悲的代表了，其实它是慈悲的代表，啊，就是让一切，因为慈心它最重要就是让一切人没痛苦，让一切人身心都没有苦恼，啊，其实它重点是这里，所以大圣基本上用观音菩萨的名号来代表慈心观，然后你学习观音菩萨。那么实际上去让一切人遇到痛苦的一切人都可以没有痛苦啊。那后来有了大悲咒啊，但大悲咒是起大悲心的，那我们变成大悲咒也不起大悲心，念观音菩萨也不是要去消除别人的痛苦，念观音菩萨是要观音菩萨消除我们的痛苦，念大悲咒是要让我们啊，求男得男，求女投女，还是要消除我们的痛苦啊。当然慈心观也有消除自己的痛苦，但是它重点不在消除自己的痛苦，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这因为时间到啊，就我们就先下课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是慈心观啊，它观就是思维了啊，思维慈心。那前面是思维不净，那么于嗔恚病中，名为善对治法啊，就是慈心观就是对治嗔的。于贪欲病中，不名为善，非对治法。所以者何？慈心。什么叫慈心呢？他说于众生中求好事观功德啊，就是看见别人的好处了啊，看见别人的好，希望别人好啊，那么这个是啊，就是你希望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福乐愉悦愉快，都没有痛苦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有苦就不乐嘛啊，那么所以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其实就是对众生慈悲了啊。啊，若贪欲人求好事观功德者，则增益贪欲啊，就是你已经很贪恋这个人了，那你怎么想，那越想那个人越好，什么都好啊，那么你就越贪恋啊，就不行啊。所以你如果啊，那么嗔恨这个人，你就要想这个人的好处啊，就想这个人的好处。那如果你直接就是说你嗔恨这个人，你不能直接想这个人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你就讨厌他，你怎么想想不出来，所以你不能一开始就想这个人的好，你必须先想，就是你要习惯这样想，它是一种训练。因为你知道你有嗔恨心，你这个嗔恨心对这个人对这件事啊，那或是对这个东西你非常的这个贪恋，那这个时候你要对治这个嗔恨心，你由这个人知道你有很大的嗔恨心。假设你没有嗔恨心，那么你对这个人，那么不管对谁伤害你的人，那么你也不会起嗔恨心，你会远离他，但你不会因为嗔恨他。那嗔恨到一个程度就会报复啊，会加重报复啊，会有这种事情，那就会造业，那么你就会因他受苦。你最终你最开始报复的目的是你不想因他受苦，但是因为你的嗔恨跟报复，就算你没有报复，你的嗔恨当下就是苦，那么你的嗔恨引起的报复会让你未来受苦，所以本来你报复是不想让自己受苦，但是反而让自己现在及未来都受苦，所以你必须要对治它啊。那你是由于这个境界知道你有很大的嗔恨心，但是你不可以一开始就对你嗔恨的人修慈悲观，那你修不来。就好像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很讨厌另外一个人啊，那你跟他讲，那你就想一想他的好处啊。他很认真想，想了很久，他会跟你讲，师父，这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真的会这样，不然你他真的就会这样想啊。那你就想一想他的优点，他很认真想，这个人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优点啊。那么所以你不可以一开始就从你最讨厌的人，那也不可以就从你很贪恋的人啊，那你怎么想都是好啊。所以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要从你恭敬的人开始。那么有一些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从你比较恭敬的人，那么你想散发他，给他幸福啊，给他快乐；一种是从你自己开始啊，那么或是从你的母亲、父母亲开始啊，那么这种都可以啊。那他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那慈心观有一些就是一开始啊，那你不可以，你也不可以从死人身上啊，像不净观一部分是要从死人身上去观的。不净观不可以，不净观一定是要有情的生命体，有活着的人，你不可以从死人身上去观的，不可以从一开始从很嗔恨的人，嗔恨的人放在最后面，所以他有七周延迟嘛，他有一个次第啊，那你次第弄乱了哦，你次第弄乱了，你会修不成哦，啊，而且不容易成就哦，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先来讲修慈心观容易成就，相应的人容易持就，然后容易相应的。就是慈心观修成啊，那基本上它都是在初禅、二禅、三禅啊，慈悲喜啊，
那么慈心观修成，那么容易修成的人，他基本上有几种行为特质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来修慈心观，容易成就，有几种，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才能修了，不是哦。但是你是这样的人，或是符合其中一种特质，或是你符合很多特质，当然你的这些特质，有的人写的更多了，我只是把它归纳成这大概六种啊，有的写的更多啊，就是你有这几种特质，或是其中的一种两种，啊，越多当然你就越容易成就哦。就是你的这个身心状态里面比较符合的，那么你在修慈心观的时候很容易成就。像现在也很多人在教慈心观，南传的很多啊，通常都是在教那个慈心观啊。那慈心观我们说藏传的也有啊，藏传也教慈心观，那就是我们北传的比较没有。那北传的慈心观其实就是在普门品里面啊，或是在就是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中，其实它就观音法门，其实它就是慈心观，慈心观的修法啊。比如说像你说像大悲忏啊，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大，我若向地狱啊，地道，我若向道山，道山自断，自摧伏啊。反正类似像这样，我若向大海，大海自枯竭啊。然后类似像这样，就是说我去到那里，就是要解决那边人的痛苦。就是在地狱的人就不用痛苦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慈心观，那大悲咒是要起大悲心的啊，普门品是要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啊，苦海常作渡人就是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谁有痛苦我就帮助谁解决痛苦，谁想快乐我就给他那个人快乐。所以它有两部分嘛，一部分就是离苦得乐的部分，离苦的部分是得乐部分，离苦的部分就是啊，那么千处祈求千处应，就是谁有痛苦，那么念我的名号，就思维到我啊，就是我知道了，念我的名号就是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就一定要去解决他的痛苦。其实这个是普门品里面的精神啊，啊，这个是离苦啊，所以这叫千处祈求嘛。那一种就是得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富贵得富贵，求功名得功名。所以观音菩萨不是悲，观音是慈悲，他基本上就是北传的慈心观，基本上是不是只是观，他有这种精神，然后去实践，他有这种观，然后就是观行嘛，啊，就是行跟解，啊，就是你了解了，然后你去做，那他就变成一种法门，他变一种法门，这北传的慈心观是落实在。就是你观了之后，你学习这样，那你直接去实践，那它是真正的慈心观啊，它不是观啊，它还是慈悲行啊，啊，它就是菩萨行嘛，啊，菩萨行。但是我们后来误会了，啊，它是要你学习观音菩萨的慈跟悲，娱乐跟拔苦嘛。娱乐就是啊，我有什么，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么如果我没有，我也会想办法让你拥有。因为这个可以让你幸福快乐，可以让你向善向上向解脱，那么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你。那么你有什么痛苦，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你的痛苦啊。所以这观音菩萨这两部分呢，啊，就千处祈求千处应嘛，啊，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大海，大海自枯竭，还是像这样，我若向罗刹啊啊，罗刹就没有嗔恨心啊，连像这样啊，大悲忏我也没有常常拜啊，不知道哈，啊。那他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那一部分就是啊，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是啊，你跟我有因缘啊，念才有缘嘛，啊，我才知道嘛，啊，就是你跟我有因缘，那么我知道了，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你的需要，那么我就尽量满足你，因为这个对你好，这个能够让你快乐，能够让你向上向上向解脱啊，那么我就会尽量让你拥有，啊，那这个是两部分的啊，就不外就是离苦得乐，那其实就是北传的慈心观、慈心行，观跟行啊，啊，就慈心观跟慈心行。那你要先想，啊，你要先想，那我就是你要先有这样的心呢，啊，这个心很深刻，深刻到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那么你才能起而作啊。啊，它重点就是要你具有慈心。那你真正具有慈心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去这样做，因为那个就是你的本怀、你的本意、
你的本心，啊，就是你真正最有慈悲的人，你是见不得众生受苦的，你是非常喜欢看到众生因你而幸福，因你而满足，因你而解脱，所以你自然就会做，你真正有心就自然会去做。你说我很有心，但是我不想做，那个就是没心吗？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所以其实北传的其实它变成一种形式啊，就观音菩萨，因为他本来是学习观音菩萨到处去救人，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慈心观就是这样啊，先从观念做起，正见正思维才影响什么正语正业正命嘛，基本上就是你的观念会影响你的行为嘛，所以你的观念要先具有慈心，那么你的行为就自然能够对众生就是娱乐拔苦。那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代表就是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一个法门就叫做观音法门。后来我们的观音法门就不是这样了，就变成仪式而已啊，就变成本来是学习观音菩萨去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后来就变成念观音菩萨，希望观音菩萨满足我的需求，解决我所有的痛苦，就变成这样了啊。那这个已经是不是观音法门了，这个叫做自私自利的法门了啊。那这个跟菩萨行不相应啊，没有菩提心啊，那么甚至没有出离心啊，也没有真上圣心，自己不想努力啊，就希望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功德啊，那么总是要找那个最灵感的啊，那么能给我最多的啊，那这个不是佛法啊，这是我们的佛法后来被讲坏掉了，最殊胜的被讲到最没价值了。所以北传的为什么出了华人圈哈，出了华人圈哈，只有藏传跟南传，我不会骗你，你去国外看看。那北传之所以还能够，你看北传的佛教哈，到了国外依然是诵经、持咒、念佛、拜忏，依然是这个，啊，那其他的没有了。那北传的出家人去到寺外，只能吸引华人原来信佛的那一群人，藏传跟南传的没有，他们会吸引当地人哦，啊，真的，啊，那藏传的有某部分跟比我们迷信，但是第一个藏传的懂外文的多，第二个他们不只是这样宣传而已，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北传就是说，其实大乘佛法，因为初期大乘佛法本来是很殊胜的，本来是。菩萨行菩萨解，他是落实菩萨道的，真的，但后来被讲坏掉了啊，一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被讲到都是啊，这个可以应付你、解决你、满足你的神啊，那么你有什么痛苦你告诉他啊，他就解决你的痛苦，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啊，他就满足你的需要。不对，这样不对的。我到后来我们变成这样了啊，就念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变成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念大悲咒，念普门品，然后我就求难得你，求你求难得难，求你得你，求富贵得富贵，求功名得功名，我就遇见什么灾难啊，那么观音菩萨啊，我落入大海，求取七宝啊，那么飘堕罗刹鬼国啊，那么我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帮我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类似像这样。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他经典的意思，也不是，他是给你一个好像啊，给你一个告诉你我有很有能力，你就拜我为师，你就依止我，你就念我的名号，那么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啊，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告诉我，那我就满足你。不对的，这样不是观音法门，哈哈，这不是佛教教的啊，这是我们后来误会了。我们说其实慈心观大圣里面，它不是观而已，它是具体，它已经把只是观变成一个具体，你要这样想，而且要这样去做。你看观音菩萨就是这样做，他就是这样成就的，那他已经给你一个具体可以依之遵循的方法跟人物的楷模给你学习了啊，那你这个一般的慈心观只是这样观而已哦，啊，谁怎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
这个三生童子，这个跟三童子也一样啊。三生童子早上起来啊，就刷牙洗脸啊，那不是就是洗脸刷牙，然后斋戒沐浴，然后就像礼拜六方嘛啊，东方一切的众生，其实跟慈心观类似哦。东方一切的众生，因为他还没出门嘛，一出门之前，他要不是都是东西南北而已嘛啊，他讲六方了啊，东西南北上下啊，哇，往东方去，东方一切的众生都礼敬我啊，赞叹我。恭敬我，那我也礼敬赞叹恭敬一切众生啊，南方一切的众生。那今天他出门，他们一定是向其中一方去而已嘛。那他不管去到哪里，他心里面都是这么想，我遇见任何一切众生，他都礼敬我啊，就是尊敬我，那我也尊敬他啊。那么他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他天天这样想哦，天天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他爸爸要往生之前告诉他的，你天天这样想这样念，你就会幸福。那跟我们念慈心观差不多、哦、你看啊，那个我们的菩萨戒，六宗二十八经的菩萨戒，就是从又婆塞戒经，基本上就是从善生童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衍生出来的嘛。好，那你看哦，这个善生童子的爸爸教他这样，你看跟我们的慈心观也类似哦啊。如果你看那个南传的那个慈经啊，愿一切众生啊无灾难无怎么样啊，有脚的没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就是一切众生啊，归纳就是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他如果从方位来讲，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六方的众生。那我们讲四方啊，就是你往四方也遇到啊，不管有脚的没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啊，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啊，瘦的长的短的啊，高的矮的啊，瘦的胖的啊，不管，反正这个就是众生的分类了、啊。那么你往东方遇到一切的众生，他都尊敬我，对我都尊敬的，那我也尊敬他，就是我尊敬他，他也尊敬我。那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帮助他。啊，那么类似像这样，他每天都这样想啊，但是只是这样想而已，只是这样想而已。那么慈心观也只是观啊，但是他基本上是在初禅、二禅、三禅的时候，他为什么叫你这样观？其实，当你这个心非常深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落于什么行为当中？就是你这样的心非常的坚固，坚固到就是成为你的性格，你自然就会落到行为。就是说你常常想要帮助人，常常想要帮助人，那真正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会直接反应去帮助他。那么一开始，那有些人不是啊，有些人就是，哎呀，这个人会不会是骗我的、啊？这个人会不会是他会？他说他不想帮助人，他视而不见，或是见了之后，他会考量很多。那个就是表示他的心还没那么坚固，还没那么扩大，还没那么深刻。那你观就是要让你的心先具有这个慈心，你这个心是真正内心，真正内心是要利益众生的，啊。但是普门品，比如说观音法门，它除了让你这个心之外，它还强调你要去实践，你要落于行为，正见正思维要落于正语正业正命啊，才显出你的真正的正见正思维啊。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觉得初期大乘或北传的法门，其实是北传的修行，其实是很殊胜的，但是被我们后来讲到都不如南传跟藏传，真的啊，就很可惜。就大家就是观音法门，就只是念普门品，念给观音菩萨听，念大悲咒，念给观音菩萨听，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念给观音菩萨听。啊，你说的哦，啊，我有困难你就来救我哦。你说的哦，我想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啊！你念给他听，不是的，而是观音菩萨是这样成就的，我们也要这样学习观音菩萨的行，菩萨心行嘛。其实他重点在菩萨心行，菩萨心行。那北传其实更除了菩萨心之外，更重这个行。那菩萨心其实就是大悲心。他不只是加把慈跟悲都放进去的嘛，其实他只是用大悲心来代替，啊，大悲心其实就是包含的慈跟悲了，娱乐跟拔苦嘛，啊，所以求难得难，求你得你，这个是娱乐嘛，啊，那么若人持观音菩萨名号，即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那我若下刀山，刀山自摧者，啊，其实是这样，啊，我若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解除，因为刀山是众生在受刀山之苦嘛，那我若看到众生在受苦，不管是受什么苦。啊，那么我就想办法让这个苦不再存在，啊，其实你看你拜大悲忏，那大悲咒基本上是因为这个是密教的，这
初期大乘其实是没有大悲咒的，它基本上就是以观音菩萨的先行来长养你的慈心，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我们就修，没有慈心了。那么念大悲咒也没有慈悲心，大悲咒是什么？降鬼、打鬼啊，然后让自己感应的获得，想获得什么的，还是一样是自私心，还是一样是嗔恨心，那其实是不相应的，你没有办法相应。你在念到你可能就是会有感应啊，感应鬼神啊会有，但是那个也没有办法让你跟佛法相应，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增长慈悲啊，你没有办法增长慈悲啊。那么你念咒，就算你念黑咒，你也会成就啊，因为专注嘛，心专注就有力嘛，有力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问题是你办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真的、啊。你也可能办坏事啊，你也可能办坏事啊，啊，像有些念黑咒啊，就是要伤害其他的人，他也可以成就，因为他是心有力量嘛。好，那其实他重点在菩萨心行。好，我们来讲这个，讲这个慈心观。那么修慈心观容易成就的，他有几个特质啊？那么一个心地善良，啊，那因为我们说他这个心。慈心就是利他行，其实佛法就是利他行，啊，由慈心，其实就慈悲心啊，由慈悲心的扩大跟坚固，而变成利他行，所以大圣菩萨重在利他嘛，大圣重在利他，利他为上嘛，啊，这个印顺导师总结修行的八个字，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尽心。就是没有慈悲心嘛，啊，他这个是对治你的嗔心嘛，所以他是慈心嘛，然后慈心就也是要利他，啊，那么利他为上，好，尽心第一，利他为上，那基本上第一个心地善良，啊，就是你不会让别人受苦，啊，你就是善良，就是你不会去伤害别人，无缘无故去伤害别人。那么就是自己被伤害了，即使自己被伤害了，你也不愿意，因为你知道被伤害的痛苦，你也不希望让别人跟你一样受苦，啊，这个人非常善良，啊，这种人修慈心容易相应啊，我告诉你，真的啊。那你如果说有仇必报啊，有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告诉你，这种观念是没有办法，自己不相应的哦，你不相应，你会障碍，会卡，会卡掉了，会卡在那里啊，也不容易。但是不是说不能修了？啊，就是因为你有嗔恨心，所以要修嘛。但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容易相应的，啊，因为我们即使有慈悲心，也不深刻了。老实讲，不深刻，不广大了，不广大了，有限的，有局限的，局限在某一个范围啊。那么心地善良的人啊，他不容易伤害别人。还有个性正直的人，啊，这正直是什么？为了一个目标，勇往直前。啊，孟子讲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我就那别人不知道嘛，那会讲，比如说你要吃素，吃素是为了长养慈心嘛。可是当时吃素，现在吃素比较受到认同了啦。啊，以上我大概我18岁吃素，大概将近40年了啊，啊，30几年40年。那个时候吃素只有一贯道才吃素，佛教徒没有吃素的，佛教徒出家人吃素，但在家里没有很少在吃素的。受菩萨戒的人会出事，那没有受菩萨戒的人很少吃素的。现在不是啊，现在吃素哦变成一种时尚啊，就是世界在有很多种原因在强调吃素的。即使你不是宗教因素，为了身体健康，或只是为了不伤害动物，他也会吃素啊。那么就这个叫做慈心素嘛。那也有些宗教素啊，吃衣食物啦，或是六斋日啦，或是啊，那么菩萨戒啦，反正就很多种啊。那佛教大北传的佛教基本上是强调吃素的，但是他更信正主啊，就是说我们你就是吃素，你不怕别人讲啊，别人不了解，那你也不跟他计较啊，那就是别人会说你迷信，那你反正你就是觉得你确定了这个现实是好的，勇往直前，那么不畏艰难啊，这个就是正直的个性哦啊，我们常常说未成佛道不畏艰难啊，那么你为了众生的利益，你也不会，这个性正，这正直就是能够勇往直前，为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人，啊，就直接，啊，那么这个也容易，啊，你就容易修嘛，你就一直
你就不会中断了，你不会中断。你在修这个慈心观的，要修到成就，啊，他就容易讲，你有这个心嘛。第三个啊，就性情温和的人，性情温和是什么呢？就是说，尤其特别表现，就是你平常不容易发脾气，啊，这个跟慈这个就容易相应了。就是说，我们说的容易相应，就是你不用修很久，你可能就会成就，啊，这是就性格嘛，啊，就好像佛陀说教那个修不净观的人，因为他平常在处理尸体的人，他很容易观不净。啊，那平常在起火烧东西的人，他很容易关出入席，啊，那类似像这样，他变成他的个性上就有这一点温和。温和就是你看见不对的人，你看见这个人不对，你不会用很苛刻的言辞去严厉的批评他，那么不会就直接说他怎么样，在就是你会先想到他的立场，啊，那么用委婉的言辞跟态度。啊，那么去怎么样去告诉他，那么这个时候不适合告诉他，你也不会告诉他，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你在面对别人的错误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啊，你会想帮助他告诉他，但是你会很委婉的心态，很慈悲，就是你是为他好，那么言辞上会很柔软，啊，那么这个态度上会很柔和，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你有错误，别人来批评你的时候，那别人批评你，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才委婉嘛，我们是利益别人的，别人看到你不对，很可能他直接用苛刻的言辞、不好的言辞，甚至不好的态度，就直接指责你。啊，就是我们对别人要这样，那别人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佛啊，不是每个人都要修慈心观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向上向上向解脱啊，没有啊。他也许烦恼重，他来跟你讲啊，你这样不对，怎样怎样怎样。那么你也不会生气，就是说你看到别人不对，你不会很直接烦恼的反应给他。那么别人看到你不对，跟你讲烦恼的跟你讲，你也能接受。啊，就是你不会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不好啊，那么你马上不管对不对。那么你马上生气，就是说你很容易接受别人指出你的不对，那么你在说别人不对的时候，你会很委婉，那么这个是个性温和、性情温和的一种象征。这个怎么来修慈心观？哦，容易相应，容易相应。那我们要尽量培养这种性格啊。啊，那么第四个是生活很简朴的人，就是说他简单，我们叫做少欲知足啦。啊，那么就是他不会要求说啊要很多啊要很好啊，那不会这样啊。那么这种就是简单的人，那么修慈心观也容易成就。我们说过，不是全部都要，全部都有，那个这个人很难找，全部都有的人，这种人很难找，但不是没有，真的也有啊。个性很好的人，像天上的人基本上都符合这一些了，天上的人。十善法成就的人基本上都符合这些，那人也有从天上下来，他也有一些符合，有确实有，啊，但是不多就是了啊。那为人谦虚，啊，为人谦虚就是说，啊，他那种我慢心没那么重了，啊，但是他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那这种人有时候你要想要给别人一些利益哈，你也不容易扩大你的心。你会有慈心，但没办法扩大，啊，因为觉得哪些人不如你啊，那些人不要管他了啊，或者说你慈心也表示你的心可以容纳比较多了，啊，谦虚嘛，啊，那么这个谦虚也是老子特别强调的，啊，那老子有三宝嘛，道家有三宝，啊，《道德经》里面，啊，他有三宝，一慈，你看哦，一慈。第一个是慈，第二个是俭，第三个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什么？谦。谦卦六爻皆吉啊，所有的卦里面只有谦卦是最吉的，最吉的啊，这个就是谦。那么儒家里面有一个人，就三个都做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那这个是道家讲的三宝，啊，说吾有三宝，
这老子是，我一直以为老子是这个中国的辟支佛啊，那他的观念是很不错的。好，那么一尺二减三，不敢为天下先。那么一般的人不容易做到。你看，你看颜回哈，这个儒家里面颜回算是这一部分算做得非常好啊，不幸短命啊。那么生活简朴啊，一箪食，一瓢饮，居若相。一箪食，一瓢饮。居若相，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啊，自得其乐，少一知足，啊，生活简朴，啊，那他也为人谦虚，啊，颜回有我们说这个一箪食一瓢饮，然后还有就是不迁怒不贰过，你看这个不迁怒不贰过，啊，就是比较慈的啊，个性温和。那么善良啊，你看不迁怒，其实就是慈啊，不迁怒，不贰过，你看这不贰过啊，这个讲到这里行为端正，不贰过啊，不迁怒不贰过啊，善良温和啊，善良跟温和啊，就是啊，他受苦了，然后他会迁怒，到迁怒是不容易的哦，我一直就发现到我们要不迁怒很难，不容易啦，老实讲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迁怒的对象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公司被老板骂，你回来就骂你的小孩，骂你的太太，你不知道我心很累吗？你不知道我这样啊，就反正这个就迁怒。那么好一点的啊，那么再差一点的啦啊，就是再下来的，你不对人，你对狗对猫啊，就踢狗骂狗啊，那就像这样，或是忽然之间啊，你就非常生气啊，那你已经很辛苦啊，被骂一天来，狗还来骂吠你，外面的野狗啊，你就拿棍子要打他，那石头要丢他，那个很明显是迁怒，很明显是迁怒啊！你被你的先生不满意，刚好啊，那有一个人来你家啊，你就给他没有好脸色看，那个时候心情真不好嘛。我们不容易，不迁怒不容易做到，我自己都觉得我不太容易做到不迁怒啊，这个要很厉害啊，那颜回做到了，很厉害。啊，这不贰过更难，不贰过更难，不迁怒不贰过不容易啊，他做到了，很厉害啊。等一下我等一下来讲。我们说，如果你有这样，但是你就是你要修慈心哦，就是说你有其中几个特质哦，那么你就容易相应了。但是就算没有，你也要修啊。为什么？你就是没有，所以你要就是我们不只是去观而已，因为你观是跟你的心，跟你的心是跟你身心是互为影响的。身心是互为影响的，所以你如果只是平常这些你不注意，那你只是就在那边观啊，一切众生啊怎样怎样怎样，我告诉你不容易成就了，因为你的心想的是另外一种的嘛，算是不同的心态了。不迁怒不贰过，一箪食一瓢饮啊，颜回就三句话，一箪食一瓢饮，不迁怒不贰过，另外一个呢，无乏善无思劳。无乏善，无思劳。什么叫做无乏善，无思劳呢？啊，写在这里好。我写这不贰过。这端正是没有造作不好的事了，杀盗淫妄这些事了，然后不会常常去伤害别人或是做错事啊。那么为人谦虚啊，无乏善无思劳啊，这颜回基本上就这三句：一箪食一瓢饮，不迁怒不贰过，无乏善无思劳。啊，这几个字啊，这三个十八个字，成为圣人。这十八个字让他成为圣人啊，无乏善。这个是他的愿望了，人家都在问。这个是表示他希望做到这样，那表示他还没完全做到，那所以这个更不容易。但是他是最接近的人，他是已经可以说他做到这样子了，他的心愿就是这样，他可能要完美了啊，无乏善无思劳。什么叫做无乏善呢？啊，这个没有解释不容易知道了啊。
就是不称扬自己，不会称扬自己的功德了，啊，能力了，啊啊，一般人是这样的嘛，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老实讲我也没办法啊。那就是说不称扬自己的能力功德，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啊，都会觉得啊，就你会觉得我是最关键的人，我是做最好的人，我是做最多的人，都会这样觉得。那你会有意无意，有些人会特别张扬，张扬自己的付出，张扬自己的功德，张扬自己的能力，就是彰显自己啊。你会彰显自己，夸耀宣说，这个法是夸耀的意思啊，自己好的部分，彰显自己的能力，其实就是彰显自己付出最多，能力最强，在里面最重要，通常是这样。那你看这个颜回是被赞叹的人，但是他是最谦虚的人，他努力让自己不张扬自己，也努力让自己不被夸耀，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都夸耀你，那其他人啊，有些人会赞叹，有些人就会嫉妒你啊，那就会觉得他们受到啊冷落啊，类似像这样。那颜回厉害，无乏善，无私劳，私劳就是功劳，不显扬自己的功劳，不彰显自己的能力长处优点，不显扬自己的辛劳，自己的功劳啊，就是我做的最好，我做的最多啊，那么我最会做，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谦虚。那么越有能力的人是越谦虚的哦。你看看舍利弗，舍利弗厉害啊，舍利弗这个人哦也是一样，要具有慈心啊。你看他家里面有七个阿罗汉，他的母亲后来是舍利弗去度的啊，然后他真的是舍利弗的慈心真的是也是很能赞叹的啦，啊，就是他的慈心也很广大啊。那么阿罗汉都没有嗔恨心，但不一定也有慈心，一定有慈悲心，但慈悲心的量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那舍利弗的慈心啊，还有舍利弗的这个谦虚也是很厉害的。舍利弗有一天啊，那穿衣服要穿好嘛，这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穿的这个整齐了啊。那有一天他穿那个袈裟啊，袈裟那个衣角没有弄好啊，像我刚才穿来的时候也没有弄好啊。那么有人就跟他讲啊，有一个小沙弥，好像说一个小沙弥不知道几岁的小沙弥，就直接跟舍利弗讲啊，说尊者你那个衣角没有弄好，没有穿好，你衣服没有穿好，直接跟他讲。那舍利弗马上看一看，把自己衣袍弄好，然后就合掌跟他讲，是的老师，那我现在弄好了。你看这厉害啊，我好谦虚哦，如果是我也没办法，真的。他还跟那个小孩子说，他指正他的错误啊，他是他的老师啊，啊，你看他一个阿罗汉呢，啊，那么儒家也有所谓的闻过则喜啊，啊，你看舍利弗真的做到谦虚，那么厉害啊。那么你行为端正，就是你不会去造作一些不当的行为啊，啊，那么具有这几个特点哦，你来修慈心观，容易成就。那也不是你其中有一两个就容易了啦，但是这些有些都息息相关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修慈心观基本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具足这样的功德啊，这个好的部分叫功德嘛，德嘛，功其实就是，如果功德在范围里面，它其实一个字而已，一个词而已。那我们把它翻成这个华语，功基本上就是在利他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对这个世间，对这个人类，对别人有利益的，基本上叫功。德是自己内心的德恨啊，比如说慈悲啦，那么功啊是德，就是你自己有慈心，有慈悲的这个心，但是你能够把慈悲化成行为啊，解决别人的痛苦，那么这个解决世间的痛苦，解决社会的痛苦，那个叫做有功，有功有德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到啊，修慈心容易成就的这个人格特质啊，基本上这几部分。好，那现在来讲慈心观啊。好，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有些是从啊，基本上是这样，从自己啊。
他这里是说到啊，这经文里面有说到，后面也有了啊，后面也有讲到这个偈。他说一切众生都是爱自己啊，那么有两种，一种就是从自己开始修啊，然后从自己然后推己及人；一种就是从最恭敬的人、最亲爱的人修。亲爱的人不是最贪恋的人哦，不是哦啊。那么这有这两种啊，就是一种是从自己开始修。那一般来是这样讲啊，说一切众生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那么你爱自己，希望自己好，这个是很真心的、很忠心期望的。那你再把这个扩大就好了，把这个扩大，因为自他互为缘起啊，一切众生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啊，一切都这样了。你就算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民族牺牲。那也是因为那是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家人，你还是基本上还是爱自己的，啊。那么他说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凡夫啦，啊，都是爱自己。那如果是圣者，没有自己，无我没有自己，啊，那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说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要从无所得心而有，啊，是性空位啦，啊，你真的证到无我，你就有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会扩大，啊，它只是让你扩大啊，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超过爱别人啊，胜过爱别人。那么，因此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佛陀说的，啊，因此。这个其实也是戒啊，戒叫做自知之法，你知道这样让别人痛苦，那么知道这样会让别人痛苦，那么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啊。所以戒是自知之法啊，一样，你知道这样会让别人快乐，另外，那么你就知道应该这样做，让别人能够得快乐啊，是不是啊？因此，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所以他从自己开始修。那有一种是从自己恭敬的人跟自己亲爱的人，所以七周原始是这样嘛，他是从他啊，七周原始是从他开始的，不是从自己开始，但是跟自己有关啊，啊，上中下嘛，亲中仇嘛，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啊。愿因此愿自己快乐的人，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不应伤害别人。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推己及人啊，啊，推己及人是比较啊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自己好的希望别人也好，自己不好的希望别人也不要承受，啊，就是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啊，那么这推己及人，好，那所以啊，它基本上主要是四个部分，啊。那么一个是总说啊，就是离苦的部分，通常是离苦啊，虽然叫慈心观啊，那么慈心观重在让众生离苦啊，让众生离苦，那这个是得乐啊，因为乐是建立在没有苦的境界上，乐一定是建立在没有苦的境界上啊，那基本上以离苦，那么离苦是免除一切的痛苦危难啊，身心的痛苦危难啊，就是这些危难会造成痛苦啊。我们看那个大悲忏里面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基本上愿我从自己开始修，这个是从自己开始修。我们说两种，从自己跟从别人啊。那么愿我免除一切痛苦危难。那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是爱自己，所以你真心的爱自己，然后你再推广到真心的爱别人啊。那我们说过，刚才讲到那个善生童子，
三尊童子每天都是这样念，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一切的众生，啊，从东方开始念，啊，那拜念的时候就拜啊，拜东方、拜南方、拜西方，啊，拜东方的时候就开始念，啊，他很虔诚的念哦，再见沐浴哦，啊，然后当拜东方的时候就向着东方，然后就东方一切的众生，他要这样想，这样念，这样念，这东方一切的众生，啊，都尊重、诚挚、恭敬供养我，我也尊重、诚挚、供养、恭敬一切众生。那念完了六方，因为你就不出这个六方而已嘛，其实就是不出这个四方啊，或是八方啊。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不管你今天遇见谁，这些人都恭敬供养诚挚你，你也恭敬供养诚挚这一些人，或是这一些众生，那你还会有受什么苦？你不可能受苦啊！你就是走路跌倒了，被人家看见，人家也赶快把你扶起来，对不对？啊，因为他帮助你嘛，一切人都帮助你。一切人都恭敬你，啊，那么不恭敬，他可能没有伤害你，但是他骂你，你心里面会难过。你要不是身体的痛苦，就是心理的痛苦嘛，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些都是什么？从众生造成的嘛，啊，那有时候是无情的众生太热太冷，但是如果众生遇见了，他也会帮助你解决痛苦啊，啊，就是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稍微让他改一下，就是三身童子啊，那么我今天出门去，不管我遇见谁，其实他道理就是这样啊，不管我遇见谁。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那么不管是什么事，都是好，都会变成好事。不管我遇见谁，他都会是一个好人。那你还会遇见什么苦？你不会啊。但是佛陀后来有一天走过去看善生童子在这样念，他就说：“善生童子啊，善生啊，他知道他的名字嘛？善生啊，这是谁教你的？”他说：“这个是我爸爸教我的。”他说：“你只要每天早上坚持做这件事，要出门前坚持做这件事，你就会一辈子幸福快乐。”所以他就很坚持做这件事，但是他不知道这件事其实就像我们的慈心观一样，他是要去实践的，真正让别人快乐。但是你要有真正有心，这个有心就要透过观想训练。那么你真正有这个心啊，所以佛陀后来跟他讲，要落实。落实在什么？落实在生活周遭里面。东方就是什么？东方就是要孝顺父母。南方就是什么？南方就是要尊敬师长。北方啊，就是要帮助朋友啊，然后就是，或是妻子啊，不，北方就是比如说你要照顾妻子啊，或是照顾先生啊，照顾儿女啊，类似像这样啊。然后北方啊，就是变成朋友啊，然后上方就变成你要恭敬沙门婆罗门，下方你就是。啊，要善待这些奴婢啊，这些比较痛苦贫穷的人，他就你看佛陀就把它落实，这个跟普门品观音菩萨落实在你的周遭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他佛陀就跟他讲，善生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每天念这个，那么你就可以幸福快乐。幸福快乐必须要去实践，但是实践要先有那个心。那你现在是有这个心啊，东方一切的众生啊，我看见了。那么他看见我，我看见他，那么他恭敬我，我恭敬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那是没有错。但是你念一念就没有事啦，你就出去真的遇到众生，你会这样想吗？没有，没有啊。所以佛陀其实真正会让你幸福跟痛苦的，就是你周遭的人，你周遭有关系的人，而不是想到一切众生啊，没有啦，啊，有头的没头的，有脚的没脚的，你都没看见啊。你现在看见的就是你的爸爸、你妈妈、你朋友、你同事啊、你的同学、你的师父、你的徒弟、你的什么，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在让你身体痛苦、心理痛苦的啊，身体快乐、心理快乐的啊，这些人在帮助你、在伤害你的啊。所以你要从这些人落实，想是要想得很广大，众生无边要誓愿度，但是要先跟从有缘就近的先做起，烦恼无尽誓愿断，要从明显的。啊，祸害比较大的先断，一定是这样子的嘛？那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不是啊？你普门品念完，你也没有去想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念完了功德就成就了？不是的，念完了是知道路要怎么走，你还没走嘞。啊，那三尊童子就是这样，他误会了，跟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一样，啊，念了地藏经就觉得啊就有功德了，念了普门品就有观音菩萨的功德了，就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了。不对啊，就是他要做的，就好像三尊童子一样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像三生童子，早上起来做早课，晚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做晚课，然后这中间睡觉前跟起来之后做的事跟早课晚课没关系，
那这样没办法、啊。三生童子早上起门就念啊，哎，虔诚的念，跟我们修慈心观一样啊。但是真正遇到伤害你的人，真正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你真的会跟慈心相应吗？没有。那这样不是慈心观哦，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从自己啊，那么先观自己，愿自己解除一切的痛苦为难，那么再愿我啊。我们说过，然后变成他，然后他变成一切众生，啊，那这中间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哪些人不能先观，要有次第，啊，你先观嗔恨的人观不起来，啊，他七周延迟是这个过程我们叫七周延迟嘛，就是七次啊，七周延迟，从嗔的，啊，那嗔不是你贪爱的人、贪恋的那个人哦，那一般来讲也不能是异性。啊，男的观一个女的，女的观一个男的，那很容易变成贪心，哈，这慈心不成，成贪心，啊，嗔心是没有了，因为你这个顶贪爱的人，你不会对他嗔心呢、啊，啊，嗔，啊，嗔又分上中下，然后中，啊，然后仇，啊，基本上就这三个了，啊，然后分这个分上中下嘛，啊，然后仇也分上中下。啊，那终究没有啊，终究是一般的人啊，然后就变成七个，然后反复循环的运观想啊，然后愿我免除身体的痛苦啊，这是一切的痛苦，这是身体的痛苦，这是精神的痛苦啊，我们的苦除了身就是心的苦，身跟心的苦而已，那都能够免除，那这一切众生啊，那里面就是啊，两只脚的、四只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啊，长的、短的、胖的、瘦的啊，就是种种这一切了。啊，如果《金刚经》的说法啊，基本上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那么你要让他离苦，他就是我戒定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离一切苦。你看，它是一样的道理。那慈心观基本上就是扩大啊，但是它基本上是在初禅、二禅、三禅。但是你没有禅修，你也是这样修。然后在初禅、二禅、三禅，你扩大，愿我余业的自增之众。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得乐了，啊，这个是慈心观的一些概要啊。那北传的，其实我们说观音法门基本上就是长养你的慈心的，吃素是长养你的慈心的，啊，那么菩萨戒也是要扩大你利他，其实还是慈心的，啊，利他的功德，基本上就是大悲心为根本嘛。大圣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以大悲心为根本，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但是你大悲心要能够大得起来，就是没有局限，没有局限，就是无量嘛。所以无量这个叫示范之无量慈悲喜舍，啊，你修成功了，那么你最少可以升到色界天，初禅的梵天，修成功了可以升到梵天，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我们说的慈心观了。好，因为时间到啊，那么下次再把慈心观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刚才我们讲到从个性正直。为人谦虚，啊，性情温和，啊，那么这一些，那么你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培养这些特点，那么你在修慈心观就容易相应，啊，那慈心观的重点不是要你这样想就好，不是的，他这样想是想到深刻，你自然而然能够这样做，就是对别人慈悲，其实是这样的。那对别人慈悲基本上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别人有什么需要，那么我做得到的我一定满足他，如果这样对他好，对他不好我就不要，如果他要吸毒你去买毒品给他，如果他要喝酒你就买酒给他，这个就不对啊。就是说如果我发现他的需要能够帮助到他离苦，能够让他向上向解脱，那么我会尽全力帮助他，如这个就是我拥有的，其实我们的回向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回向是不断在增长慈心的，就是说你希望你把你辛苦修学来的积极来的这些福报这些力量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帮助需要帮忙的人，能够给一切需要的人，这个就是回向啊，这个叫做功德回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别人伤害我啊，就是我有的我希望跟别人分享，回向是一种分享的概念，还有就是我别人不知道，别人烦恼，别人伤害我的，
我原谅他，宽恕他，我不跟他计较，因为我跟他计较，他就要因我而受苦。我虽然因他而受苦，我知道这个苦不好，我不会让他跟我受一样的苦。虽然我因他而受苦，但我不让他因我而受苦。哎，这个其实就是慈性啊。那这个比较不容易，这个比较不容易。我不会让他因我而受苦，这个就是一般人做得到。我们不会去莫名其妙或怎么样去伤害别人。一般人，佛教徒特别会在意这个，我不会去伤害别人。但如果你伤害了我，那就不一定了。但是这一点，其实真正慈心的、慈心相应的，就是说我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我只会让你因我而快乐、而幸福。但如果我因你而受苦，就是我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我只会让你因我而快乐。但如果我因你而受苦，你让我受苦，你让我不得快乐，那我也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让你因我而不得快乐，不会。那这个其实就是慈心里面最主要的部分。那么要落实，其实就是观音法门啊。那我们如果有人在念观普门品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推广你的慈心啊。那么一般的慈心观就是照那个慈经的经文这样念也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在菩萨的利他行啊，就是利益众生的了。那么因为你的无私，那么你就容易达到无我啊。所以后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基本上还是可以依慈心啊。它通常是可以得禅定的，但是还是可以依这个再进一步可以得解脱的啊，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因为慈心可以让你障碍比较少啊，因为我们基本上一个人受苦受乐，基本上是三个因素而已，叫做善心、善业跟善缘，就是善根、善业、善缘啊。阿弥陀经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啊。那善根最重要的是善心啊。善心里面有分两部分啊，善根里面有分两部分，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了啊。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你看它就是这样嘛，善心的部分嘛，无贪、无嗔、无痴。一部分就是你拥有的这些能力啊，信、净、念、定、慧。那么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善心了、啊，你心的品质啊，啊，然后另外一个。你虽然有善心的，你不一定就不受苦哦。舍利弗、目犍连、证阿罗汉呢，依然会受苦啊。为什么？还有善业的问题，过去业的问题。这个心是你现在心，是你现在的心啊。那么，但是你有过去的业，你仍然会受苦。所以，但是有一些人福报比较大的，过去的业少的，他也不受苦啊。这个就善业的问题啊。然后善业就比较不受苦，恶业才会受苦嘛。受苦是因为你恶业嘛。啊，另外一个就是善缘啊，你跟这两个因缘不好啊，那这个人有恶心有恶业，他会来让你受苦啊。所以还有善缘的问题啊。那么阿弥陀经也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善根、善业跟善缘决定你能不能快乐。彼国是什么？极乐世界嘛。就是你的善根、善业、因缘决定你是快乐，会不会快乐，会不会完全的快乐，没有痛苦，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极乐世界，就是你会拥有快乐啊。其实一样啊，就是从这三个决定你有没有苦。那么慈心先让你具有善心，所以你还要去做，要去造作善业，真正的去利益众生，像普门品、观音菩萨这样啊。然后利益众生，你就跟众生结善缘，因为你的心念念的要利益众生，这个在根本缘这样就有，实际上的在利益众生，那么你就跟你想利益众生，你从根本上你就跟他结了善缘啊。那么你实际上去利益他，实际上你这个善缘就坚固啊。那这样
你就不容易受苦。其实是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讲不净观跟慈心观。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